方嬷嬷。小姐，小姐，大公子来了，他。表哥。小姐。表哥难得到我这儿来，如儿好茶都备好了。不必了。这方嬷嬷可是做错了事，冒犯了表哥。表妹自己心里应该清楚才是。表哥在说什么？如儿怎么听不懂呀？如儿自幼就仰慕表哥，姐姐去世前还曾对如儿说，要替她照顾好表哥。自那以后，如儿一直都把自己当表哥房里人。阿嬷，早前方嬷嬷换药，被公子人赃并获。这药渣子，我们找大夫看过。方嬷嬷给少夫人换的是落胎药。按下落胎药，谋害李府少夫人，该当何罪？什么落胎药？如儿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表哥，你就算给我十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做出这种事情。你若胆敢再狡辩一次，我就把你交给母亲，让她亲自处置。是老奴，是老奴一时糊涂，都是老奴的主意，跟小姐没有关系。公子要罚，就罚老奴吧。嬷嬷，你怎么能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情？是老奴对不住小姐，让小姐受牵连了。表哥，你怎么处置如儿？如儿都认了，可此事如儿却不知情啊。既与你无关，是这嬷嬷自作主张，那就杖毙吧。老奴错了，老奴再也不干了，公子饶命吧。你可曾想过我夫人的性命？公子说的是老奴一念之差做了错事，都是老奴咎由自取，老奴不敢狡辩。可是少夫人虽然喝了药，但是她并没有落胎。那是因为我及时发现才免于祸患，否则你就算死一百次也不足偿此罪，还敢狡辩？公子饶老奴一命吧，老奴家里还有老头子要照顾，几个孩子也尚未成年，公子饶老奴一命吧。表哥，表哥，你竟然饶了方嬷嬷一命吧。表哥。阿嬷在，将他打五十大板扔出李府，是不得再入云瑶。是。谢公子，谢公子大恩，谢公子大恩，谢公子。我留你，是因为你是母亲最疼爱的亲眷，望你好自为之。若你日后再敢靠近熊希若半步，我绝不会轻饶。谢表哥恩师。